我妈妈有个这么漂亮的宝宝，可爱到爆。别人都说我胖，还说我没有脖子，我不能再吃了，但是我好饿呀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丑，然后给你2000块钱，你要不要？要啊。为什么呀？我只是长得丑，也不是傻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别动了，等得我都烦死。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